Hello，Hello，大家早安。现在是时间是早上7点。我们有人这边可以自己蒙眼睛来，自己蒙。我连不知道要去哪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蒙，我不要看目的地。难怪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那很好哎。你是要去澎湖嘛？对吧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哇塞。那我们公司可以有预告吗？可以申请个警证。今天是欧总玩大出局，没错，第一次，希望不会让我失望。哇！不是，今天是他生日，他许的 B 给他。对，他今天生日。哥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知道。你有最害怕什么样子的东西吗？水。不能下水。想我们装法好，然后没有他单纯怕水。好，那我们可能等一下就去游泳池吧。真的，先丢到水里。哥是那个玩很大的，真的。然后我昨天跟他讲说，早上玩很大，我真的不拿的，他比我还可以转的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上梦寐以求的梦寐以求。我看到大家都在上面，可是我想穿那个耶。黄色或黑色，我想穿那个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不可能穿红色吧？我要穿红色，我那是穿红色。哦，我拿摄影机。那其实不是我第一次上网吧，我很久以前就曾经用一个路人的身份上过网吧。你在这里等谁吗？没有，我要上课在等谁。那你有很长的东西？你全身上下最长的有？什么东西？充电线。这种问题我来问好了。哦，电吗？身上，全身上下，真的有、哦？有哎，这个真的有哎，这是塞克耶。你还不好紧张哦？来，上车之前就请你们大家戴上口罩，要戴眼罩。可以，要去哪里？还太怪了。我帮你帮我好。OK。来，走。可以走，漂亮！那也好，我看不到，拉着漂亮，上了吧？是谁？志祥。好，谢谢。快点上了。谁要滑手机哦？我正在滑。你的 Face ID 都打不开。现在报警了。压力，现在报警了。压力。开始做准备。哇，你大，我们来了。但不觉得今天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吗？我是今天很舒服哎、欸，因为第一次没有经纪人吗？没有在问哲言，是因为这是四个字无法无天。觉得既然我们来了玩很大，今天就一定要给他玩一个大的，一定要大，玩超大、欸！各位，我今天决定，我今天要放飞自我的玩一遍。没问题，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帮他唱个生日快乐。5678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英文版的 Happy Birthday。刚才有辣牌，没错。真的很可以。哎，没有，搞不好今天其实蛮好玩，就是因为我们这礼拜都在练演唱会，就当做一天放。哎，对，我讲到这个，今天该宣传的还是要宣传到。你要蒙眼宣传吗？现在哦，那个我们那个 WhatsApp 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的门票已经开始售票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各位帮我们再把那个票。清空，宽宏售票，8月3号在台北小巨蛋有那个 World Top 欧总的演唱会，然后请大家一定要来多多支持。就是我们现在在座六个蒙眼睛的这六位共同的演唱会，只能说我们这次演唱会跟玩很大一样，玩很大，玩很大，真的玩，真的玩太大了，宇宙最强的。太可怕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可怕，很像血滴子，骗你，血滴子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哦，我们团有两个人那个支持不分的，就是幻觉跟我们支持不分，要怕死。你们两个的准则可以回去练一下。没有，今天太早起了，讲话要吃螺丝，出螺丝了，讲话会吃螺丝，闭嘴，吃螺丝，自暴自弃。我们今天会拆分成两队，
哦，你说黄黑队？对，就是我们六个人会被拆成两队，也有可能。但我这队只要没有文婷，我就 OK。可是玩很大，有些要体力。文婷这次会穿黄色吗？那我穿也是黑的。没办法，姓黄。啊，我们拍团队，我真的要给一个加热眼罩。那个超好用，那一用超好睡，而且它还有那个什么味道的薰衣草，对，那个。啊，往下了，停车场，索尼停车场，停车场，没有没有，索尼停车场还要往左转，索尼停车场往左转，对，看一下，现在往下是家乐福吗？现在上去还是下去？现在是平地，现在是平地，哎，左转了，左转了，右转吧，左转，停了，北车，北车没那么短，如果要右转了，谁那么？那就不是北车了，那你没有，他停车了。哦，有了，有 feel 了，有 feel 了，手刹车，等一下哦，好的，休息一下，哎，那我们要准备下车喽，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搭肩着走，好，等一下我们扶着第一个人，好，是这样，先下车，哎，换你等一下，慢一点，哎，有阳光吗？有阳光吗？是有阳光吗？慢来，现在在录了吗？哎，有阳光照，好，小心，阳光，你是嘉诚走喽，等一下。这是地毯吧？这是那个地板湿湿的，是户外吧？把眼罩摘开，知道吗？对，好，哇，哇塞，哇，哇塞，也太大了，你也不知道吗？超大的啦，哇哇哇！哎，你看后面上面有，上面写中华哇塞。要感受这地板，哎，大声大声草莓，跳 breaking， 大声草莓跳 breaking， 我要成为第一个在大巨蛋松定的人，我要成为第一个在大巨蛋空翻的人，哇，应该不是，我要成为第一个在大巨蛋吃草的人，哎，真的鸡皮疙瘩！哇塞！哎，如果有机会开演唱会，感觉蛮爽的。哎，太炸了啦！太炸了，真的太炸了！大巨蛋，大巨蛋。Hello， it's me。哎，巨蛋大颗的，大颗的，大颗的啦！要来巨蛋超难大的。耶！ Yeah！ 对，没错，是。哇，我觉得起鸡皮疙瘩，因为这里真的太大、太震撼，真的太壮观了。没有啊，其实我来过这边看过。是啊，对对对对。哇，很夸张哎，太震撼，真的。然后眼罩打下，拿下来，看到很多前辈在那边表演，原来是他们的那个 view 是长这样。对，好夸张。Yeah!